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李家角东莞山跑马地嘅 Michelle。咁今日我会带大家睇一个位于山岗道14号嘅单位。咁呢一个物业名称咧就叫做华苑。咁呢个实用面积咧系522尺，系属于两房嘅间隔。咁我而家就即刻带大家去睇啊！华苑嘅客饭厅都比较方正，所以咧摆放家私都非常之容易。客厅望出系山岗道。业主将原本的紧厨改为开放式厨房，令整间屋的空间感都较为大，而且厨柜都充足，可以存放不少厨具，浴室摆放埋洗衣机都不会觉得好逼仄。华苑的原迹都是会有两个房，而每一间房间隔都非常之实用。而其中一间房的门改造趟门，可以更加悭位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都有兴趣，欢迎致电查询。